是這樣，你在语句上面你的认知已经被设限成这样子。你他去讲台独啊，哦，台独啊，才足严重的迄种毒素，你知无？伊台独内地，啊，咱这台湾外岛，什么叫台独？澳洲台独，美洲台独，澳洲台独，非洲台独，那是大地土地的名词，叫做台独。啊，伊拢讲。人人在用啊，所以你只要听到大陆，你把它换成中国的，你要给换过哦，哦，有没有23条？23条，来，22、23条，来你来看哈，咱来看古今说文条约哦，这是咱官方的。文字啦，但是你买单去网络去查别个所在啊，吼、哦！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写，叫啥？美国、哦、澳洲、加拿大等等等，叫48个国家签的，48个国家签的条约。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和平条约，叫做 Treaty。这具有法源性的，不是咱直接黑白转的。啊，跟台湾有关的什么货？二 B， 你看二 B 往上拉，我们二 B 拉快点，就直接拉这一条，这个。来，二 B， 32，来，你看，日本放弃对台湾配偶所有的权利。权利的名字甲要求，英文叫做 right， 哦 ，title and claim。什么叫 title？title 就是讲，伊对台湾这个土地的名字、的定义的权利啦，定义的权利啦，哦，听嘛 ，claim， 这时候我就会，伊是主权哦，唔是这 sovereignty 哦，因为看英文伊是 sovereignty。Right 跟 Sovereignty 是有转换层级的物件，吼、哦，啊，这个物件，名字，我等下甲大家讲，啥物叫名字，迄、那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啦，吼、哦，咱回到 PowerPoint， 来，台湾人真模糊，台湾人看无种新闻在讲啥话，吼、哦，啊，伊讲国民党发言人讲，啊 ，AIP 昧于事实，唔是。中华民国这些政府官员昧于事实，骗了我们70年，隐瞒昧于事实。今天咱伫遮吼，会互人做，你来讲，咱伫遮的言论呐，咱伫遮的言论会互人感觉做极端啊，做偏激吼，是因为用感情来看，你袂用理性来看，吼，会互人感觉哎，偏激人啊，啥物事？所以我感觉足钦佩，你会当伫迄个。民政府被攻击事件之后，来查出这个特点，我讲啊，你真正是有智慧、有勇气的啊、哦！来，那再来看媒体电视嘛。但你迄个 right 我有大概看你看星星、月亮、太阳，你也有左边啊、右边？啊，星星、月亮、太阳哦，你用哪一只？左边的啊、哦。你也看细菌、霉菌啊，你用对边？右边的，啊，换一个角度来问吼，星星、月亮、太阳，你会当用这个看袂？啥物？会啦，会使看，会使看。看袂到，你还阁看袂到。啊，若看细菌，你会当用这个看袂？会袂？会啦，看这镜头，咱看到星星、月亮、太阳，啊，这当然嘛，咱看细菌吗？我毋是伫遮咧做口舌之辩嘛，我伫遮咧甲大家讲一个物件，一个观念尔。你要追求一个。正确的答案，你要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提好的正确的工具，适当的，你才会得到适当正确的答案。科学就是安尼嘛，你提出一个正确的提问，然后做实验，重复的，然后用适当的工具，你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嘛，按照的进步嘛。啊，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修正，对不对？但是咱即马看台湾，
国际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随着媒体的那个镜头在摇动的，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啊，那个 color change 那个，有没有？TOLOR，有吗？那我大家看一下影片啊，咱知影现在媒体在做什么动作。
垃圾消息啊。所以其实我们人是被媒体封锁的，你如果相信吼，英文较好的嘛，你去国外看，人国外咧报的新闻，啥物事？人咧报亚洲的新闻，就去报讲你啥物影星、官星，因兜安怎样，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就去报这物件。人咧看亚洲的国际、经济、政治的新闻，这甲台湾的咱人的幸福靠关系啊，哦。你野生发生啥物代志，迄是狗的代志，甲咱有啥物关系？较早邓丽君过生日，全台湾是过伊做松鼠一个月吗？新闻就报一个月啊，啊毋是吗？啊新闻即摆就是安尼嘛，今仔日有一个人跳楼，24点钟跳楼跳三工，对不对？啊你有新闻就是安尼嘛，哎、欸、不能控制吗？所以他现在要提升观察力，他对媒体的观察力，他对外媒体的来讲是个代志。现在媒体做一个代志就是焦点，伊互咱看到迄个叫做焦点。那焦点的同时，他在转移焦点。所以你看现在主流媒体在做啥物事？啊，现在主流媒体在报啥物事？迄就是他现在的焦点。但是他在报焦点的时候，他会转移后面的焦点。所以你也看见影片，你就去记起来。伊在报扑克牌，迄个是焦点。还是，伊咧换衫裤，换桌机，迄就是被忽略的焦点。哦，即卖媒体咧做这样，提升观察力，咱注意看啊，即张有看过无？即张有啥物无共款？这两个有啥物无同款？有没有发觉不一样？哦，这是感觉啦。我不要你感觉哦，我要你用理性去思考这里面的资讯内容正不正确。我得讲破题啦哈。我请问各位，大家有身份证号码？你的身份证号码几位数字跟英文？算算看。啊、哦、啊，这个几个字？啊，这个几个字？这个几个字？为什么不一样？哪一个是真的？这个真的？这假的？这哈，我甲大家讲我的思考的方向哈。你咧判断一个物件的真伪的时候，或者是它哪一个比较接近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出发点。那我的出发点就是，这里的讯息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身份证字号，因为我也有身份证字号，对不对？好、哦，因为这是手写的，那就算了啊、哦。我有身份证字号，我先算我几号几个号码。然后，哎，为什么它不一样？哎，奇怪，我来去比对发现，哎，原来这一张有人变造过。那、啊、为什么这个歪七扭八有没有？你不觉得这个字，哎，没有在同一个水平线？那这个，哎，很整齐。这个很鲜艳，很漂亮。那、啊、这个比较暗淡。你注意看，这个中华民国54年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的彩色照片比较多，还是黑白照片比较多？那时候的电脑技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再去查这个时间点的身份证字号有几个号？哦，来我查，哎，是属于这个9个号码。哦。那我就可以判别这一个是电脑修改过的。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字，你看它的周围有无？安尼，像诶比较模糊有无？啊，你看这个有无？比较较赖有无？刚一张图，刚一个字有无？这较模糊嘛，啊，这较赖，安尼我只能针对，哦，谢谢。
只能针对这两张去判断说黑白的这张比较接近真实，比接近原稿。好，这是我看这个文件的出发。再来快速一下哈，训练一下，里面有一只跟人家不一样的一只，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哈，发生什么事情？哪里错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笑的，这不是，这我都标示公分的。好，我们看文字了哈，来。哪一台战车有后照镜跟大车雷达？请问一个记者问一个囡仔，伫游泳池边，请问你在那边玩什么？大家注意看嘞，记者吼，伊所问的问题，甲伊所得到的答案是啥物事？像我头拄仔甲大家讲嘛，咱要问一个问题，咱要求一个答案，咱先提出健康的问题，你看咱。摕正确、适当的工具来追求迄个问题的答案。咱台湾有超人，你看看，两倍音速呢？一个人来，咱做阿经理，刚得这边，伊再去上快递有照来了，对不对？好，中秋是否满月？厦门。对一年的中秋不是满月，是否的意思是都多好嘛，多光点嘛，哦。你看天牛翻身呢，大家知影天牛是啥物吧？天牛是一种虫啊，一种害虫，哦。再讲非洲啊，再讲非洲，咱注意看哦，这是印度。白白拢尖尖，长高长高，边仔有一块岛，有无？这毋是非洲呢，这是印度呢。咱媒体我无甲大家讲，咱媒体看到新闻的时候，这影像、声音，它就直接进入到长期记忆区，咱会记住掉的。洗脑就是媒体甲教育啦，洗脑。来。什么叫做风冲蟾蜍？八千年赚三万，何谈开谈？台湾有几万人？两千三百万，吼，啊，这三万之二拢走去台大，感谢了。媒体 IQ 测验平均不及30，阿拉考基林南握着媒体的诠释权，然后放消息洗脑台湾。电视较卖看，啊，你若要看，不要紧，你爱食迄个解毒药啊，就是咱今仔日即贴，吼、哦，你看了，啊，无真正，咱看看咯，唔知咧想啥的吼，咱咧拖咧行。来，事实是中性客观的，情感是非理性主观的。你哪含入一件事实，如果你把它加入情感，它就有非理性，它就是情感，它没有客观。什么意思？我讲来听。恁朋友哪人甲车祸烧了，伊来甲你讲，你第一个感觉是啥？伊就讲哇，哦，伊我袂使啊，安怎安怎？哦，对方的对。啊，是你感觉吼，反来了，反来了，对，安尼绝对对对方的唔对啦，你情感放进去了，别人甲你弄，无一定是对方的唔对哦。你若请你家己驶伫迄个平交道，他嘛是别人甲你弄，敢毋是？好，好，啊，若换过来，是你感觉嘛，反来了，是你感觉嘛，安尼一定对方袂使，对不对？情感，你情感放进去了，你没有。没有缺乏了理性的判断了、啊，你敢弄就是对方我袂使啊，啊人甲你弄是对方唔对，啊那个马上对方唔对，你若情感在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判别事实客观。所以当时啊吼，咱活伫情感的世界吼，车祸的时阵叫警察来，咱家己当作是审判官，你知无？你来了，你来甲我主持公道，但是警察伊是执法者，伊是甲你做纪律。
判是法官咧判，是警察咧判。啊，咱拢直接甲伊讲做啥物货？管某代理人啊，吼、哦，我当做咱头壳内底有包青天迄种观念，伊就是官。啊，即嘛中国式个物件。来，难民的定义是啥物货？难民就是在1951年联合国通过一个难民地位公约啦。啊，伊讲因为天灾啦、战争啦、政治因素，放弃国民国籍啊，袂去到别个人所在啊，所以不得已，伊要被定义为难民。啊，难民就是发那个旅行文件，就是没有国籍的人，他要在国际间通行无阻的话，他要一个旅行文件叫 travel document。refugees， 这就是难民。啊，你若讲，你若讲嘴讲难民做歧视的话吼，安尼要大条啊。梅克尔，德国梅克尔，伊讲的难民变成歧视，伊讲要收容难民，台湾人就是收容难民收了70年，那这个难民在跟我们通婚，然后又生了下一代，那这难民一直在这个政治的结构里面，在最上层，然后一直在奴役着台湾。就是这样，那刚对难民刚没有包容，我们有很大的包容。英国女王阿公的难民首相，英国女王首相阿公的难民，阿英的歧视，伊嘛是讲 refugees 啊，伊嘛是讲不便利啊，啊教宗嘛讲的难民，教宗当歧视，难民两个字是中性的名词，伊是咧讲。某一款人，伊的身份，啊，即个人查伫即个典礼叫做难民啦，迄是歧视的语言啦。但是咱的媒体伊甲咱讲，你若讲了难民，中国难民，安尼叫歧视啦。迄是媒体加注的东西。难民地位公约，1951年7月8日通过，好、哦。啊，这是咱若有读迄、那个，继续读迄、那个，是台湾路，咱慢慢咱就会拄着这啊。1951年，因难民公约，中华民国发展不一定呢。啊，现在伊当时变成 passport， 啥物时阵变成这個？伊违法发的啦。啊，伊现在啷违法？伊头家美国，目睭看一对默许嘛。较早就发这啊，好无 ？travel document， 旅行文件啊。爱当时变护照的，啊，去甲我讲，这叫做国徽啊，党徽，国徽党徽，你分得清楚吗？然后国徽离边比较远，啊，党比较大，离边比较近。你都可以查所有的国徽甲党徽，都党国不分了，都党国不分了，啊，晶片。无张持加一个台湾，安尼台湾护照，即若加一个台湾变台湾护照，啊，无你加美国好啊，加 U.S.A 变做美国护照，咱拢免办移民，直接变美国护照，若是会使安尼的话啦。当文字被丑化的时候，即使那个是赞美词，它都会变脏话。所以你若加一个人的名，起来名人会变脏话。那是即马这个世界，那是低啊，那是低通低的啊。啊，人甲低的角色对换的时候，低的安怎讲？你人啊，有无？也变成安尼啊。文字本身是中性的啊，啊，你若起来变成侮辱的名词，伊就变成脏话。黄明甲是脏话，甲是迄个侮辱的名词，甲是羞耻的，毋是呢？黄明是尊贵，是有尊荣的身份。咱就是黄明的后代。黄明不是一个血统，是法律上的定义。咱的血统是迄个福尔摩沙迄、那个啊、哦、N745那个 DNA、哦。我们不是血统上哦，我都咱只是什么大和的日本，什么其他的。那你们即摆你讲的黄明，那是。日本的迄个身份，日本国的
算得念物件，是咧指1945年，吼、哦、9月初二以前，迄个时阵，咱的祖先落伫迄个户籍根本根源，伊的国籍，迄个时阵是大日本帝国，伊本身甲伊的后代的咱，即个拢变迁做伫法律的法理性的大日本帝国的即个方面。啊，要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就是用这个法律文件、户籍根本、日本时代户籍根本来做这个界定嘛。啊，即我一个问题搁倒转来，啊，我来朋友，伊的爸爸是，伊妈妈毋是呢？啊，伊的阿公是，伊的阿妈毋是呢？啊，咧生人这边怎？伊迄种就是，伊占领人民，甲占领者生落来后一代嘛，对不对？啊，请问大家伊要怎？伊要叫做啥物事？咱办身份证的时阵，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这个因素，吼、哦，啥物事？自愿、主观、自愿、合法。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其中一边名，啊是讲阿公阿妈其中一边名，外公外妈其中一边名，你是一种咱讲被占领者与占领者生的后代。你家己爱主张，你家己要认同倒一边，你来办。你若无认同，你当然嘛袂办嘛。你就是咱伫法律顶面所定义的，迄落嘛，定义的迄个准确答案。做弊的是啥物事？咱办这张身份证哦，有越南籍寄来台湾的新娘，有中国籍。寄来台湾的新娘，因来办的，因这外来的拢知影台湾政府消息了，脚尾比咱较紧。啊，本土台湾人安尼，戆影，啊看办事，看时机要换到一边，伊较来换。安尼有食力无？咱70年来教育过来，咱头发变安怎？时机换大边。这诏书，就是因为这诏书啊，1945年的4月初诏书，吼、哦，交合在1920年段，1945年，诏书，来，因为我嘛看无啦，讲坦白，即阮阿公因看，阮阿嬷因看，啊，但是我已经看无啦，因为阮即代就是拢细过，啊无，我即摆嘛要讲历史啊，嘛要看历史。啊，变作讲咱来去翻过，啊去看这中文的，哦，伊讲啥物事呢？伊讲，因为这战争吼，朝鲜，迄时阵毋是韩国的，叫做朝鲜哦，朝鲜甲台湾的殖民，迄时阵叫做殖民，毋是殖民啊。会当互咱，因为战争咱有友邦嘛，迄时阵义勇军啊，义勇军知影？义勇军就是。家己自愿的啦，不是国家用权力把你征召过来，是你自愿。当然，国家会开一些条件，变成义交义警无啊，伊是自愿，伊受着一寡训练，爱伊当去指挥交通啦，伊当协助在警察的事情。啊，过来，因为这张交出了，讲诶，互咱台湾住民会当参加帝国议会议员的行列，当一个。殖民地，伫这张诏书进行，当然是殖民地哦。这张诏书以后，咱的法定的这个程序，让咱变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就是所谓的公民的意思，会当参加帝国议会的议员啊，就是这张诏书啊。这个、时间点以后，咱就已经不是殖民地了，就是因为这张诏书嘛，咱保护着咱。那无这张诏书，咱今日到今仔还阁殖民地，啊，殖民地咱唯一的途径就是台独，就是独立了。根据联合国的一些宪章的一些规定，二战之后有一些国家都可以独立，就是根据伊本来的殖民地，啊，就是这张诏书以后，咱就是啊，何解在这诏书咱保护掉？啊，无咱发旁边迄个，第一个要甲咱拍的啥物啊？那个是中国建立。第一个要甲打的是美国，因为伊是占领者，哦。来，看过这个，
无啊，来，有看到这个错吗？看这种情形吼，阿母后来叫我食饭的时候，我唔愿倒去食，因为看了入戏嘛。但恁知影，咱看到这拢是中华民国，这中华民国咧，互美国也变咧操作啊。即个就是美国啊！咱看，咱讲美军怎样啦？即个是美国，啊，伊咧拦即个布袋戏啊，互咱看。中华民国敢有伊讲话的余地？即个美军一支卖伊要飞机要甲倒去台南机场，倒咱甲倒去。前段刚才倒咱甲倒去，前段发生啥物代志时 ，A I P 甲你报备就好啊。A I P 就是民间单位。伊的权利啥，咱民间这个所谓的中华，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啊！讲咱好多独主权独立的国家，敢有遐独立？哦，南海问题，即卖遮个官员嘛，应该不打不实啊！来，咱再来看，该独立啊！即嘛是 ROC 呢，哦，自立，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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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卷舌，知嘛，对不对？智利嘛 ，CHI 嘛 ，LE 啊，智利。来，芝加哥，还是卷舌芝啊？芝加哥，你啊念做一卡五，你念的时阵，你嘛，你无感觉讲甲这音相共嘛？啊，你啊甲念台语，你啊念看卖，芝加哥嘛，一卡五嘛，较近了无？一声较近嘛。啊，芝加哥，我都感觉 ，CHI 就是发芝的音啊。加拿大。Canada 哦 ，Canada， N-A 就是巴拿的音啊 ，China 没那巴，是 China 是 China， 中文就是支那啊，我没那巴，好不？你没那巴中国，中国你的音呢？中国呢 ？China 本来就叫支那，中文他自己也叫支那，他们认为他们是支那。支那这个名词没有歧视啦，啊，你还刚刚有歧视，对，变得有歧视，你情感放进去了，这个是支那，它再一点叫做支那。啊 ，China 什么意思 ？China 吼，咱讲，伫澳洲人较早来看这个土地所在，你若做肥啊、烧瓷啊、陶瓷的，这所在叫做支那。啊，因为较早。啊，东亚地区遮，即大家消费啊技术足好，即物件提转去澳洲人看，哦，咱即个来，就讲支那，所以迄、那个名，你个小写叫做瓷器，哦，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小写叫瓷器。台湾各级国家，你若来上交民政府课堂吼，讲互朋友听吼，第一个你用讲笑。真个啊！台湾不是国家，你无你念啥物字，啊你念啥物方向，啊你是做对边，你讲是国家，你是个垃圾，遐咱不是国家。你有迄民政府迄边人来洗脑，拍个歹，哦，你连都是种问题。啊，其实换角色换过来，小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太急了。你要先，你先朝顺脚，摆开东西。哪里有口味？啊，上两下。七十年来，这种独华教育，咱无起效，已经是，咱讲太好了，你知道无？咱讲上苍怜悯啊，哦。来，咱来讲台湾关系法，阿多有讲过吗？二比五讲的嘛吼，迄个啥物事 ？Right title claim， right title claim， 日本放弃了，啊，互啥物人？美国有这个管辖权的底下。15条，台美关系法15条，台湾因此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啥物事？台湾情况列表地区啦，所以。美国人讲着台湾的时阵，伊无拄到是咱想的迄个台湾哦。美国人讲着台湾的时阵是指台湾，
甲澎湖地区的列岛，伊有当时啊是指的是地区哦。有当时啊，你讲台湾的时阵是在第三块，这些岛上的人民啊，就是住伫台澎地区遮的啦，叫做台湾。有当时啊，你讲在讲的时阵，是在讲啥？在这些岛上的公司，或者是根据适用于这些岛的法律，而且岛屿的法律上面会，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跟美国法律是咧讲啥物货？这条头前咧讲啥物货？美国法律是咧指任何法规、规则、章程、法令、命令，美国及其政治分支机构的司法程序法，都称为美国立法。啊，美国是直接来讲台湾啥物货？我台湾，我讲的台湾可是台湾，恁台湾人讲台湾不是台湾，这就是 title claim， 就是国际转和平条约遐个权利啦。美国有遮有遮个权利，伊讲啥他是啥，啊是安怎？是安怎今仔会变安尼？因为咱战败啊，咱即卖咧派去咧战争者，咱六岁囡是老三，我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去食世界。我想问你买军火是肯定只能搞啥？咱要偷这個，咱袂晓对中华民国偷，咱对美国偷。要偷这個，咱对日本遐偷，对头那边偷过来，咱这样子咱偷袂开啊！伊就咱像咧吸血虫安尼，把咧吸掉的，你要偷袂开。歌舞叫我下1979年1月1号以前的美国所承认的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今天中华民国现在名叫做治理当局，啊，现在有个改名啊，叫做中国在台湾的当局，这是一个国际认证的，啊，咱讲你离开这个外来的中国台湾当局，来当做咱的政府，是，咱这个物件张灯是因的政府。咱即卖台湾人的政府，伊 G7 的这杂志内底讲，台湾是搞无的，是咱。啊，有人哎，台湾是搞无的，无一定是指伊政府呢。啊，无后壁迄篇，遐咧讲的，啊，迄个秘书长的相片是咧讲啥？迄就是指咱。台湾人爱啥？咱有家己的政府是根据这个战争法设立起来，唔是咱直接乌白做的呢。咱有法律的根源啊。对英文版的吼，来，谁退出联合国？谁不来？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党？中华民国吼，其实咱对这问题啦，都深入了解，那么拢知啊。我嘛是想到久，我知哦，原来是安尼哦，我搁找物件来证明，来。重解历史啊，是谁退出联合国？1971年，2758决议文叫下，哦，2758决议文叫下。那注意看哦，那来解读这个东西哈，概括2758决议文啊，是在1971年的时候了。好，啊，你来看，啊，它多少讲嘛？这是1979年设立的哦。这是1971年发生的事情哦，联合国决议文哦，来，那来看一下，注意看看，联合国哦，对于这边合法权利啦、恢复上面会根据连宪章所不可缺少啊，那些都带回来，那来看一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调解单位造出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讲什么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伊派一个代表去联合国遐坐，迄个席次，迄个席次的名叫做啥物货？中国啦。迄个席次的名无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嘛无叫做中华民国。伊迄个席次的名叫做中国啦。啊，伊派一个代表来坐迄个中国的席次，即个中国的席次本来有一个人要坐啊，啥物货？蒋介石的代表啦，但是蒋介石的代表，抗战叫什么名啊？中华民国政府，哦，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比较侪啦。啊，离开了，伊袂当讲伊是中华民国啊，
你就是伊要有一个名号伊嘛。当 title right title claim， 当迄个人讲出对方的名的时阵，迄、那个有权利的人，伊会赋予那个名字的某一种范围程度的权利啦。所以伊变成讲，你是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代表，你变成蒋介石的代表啦。啊，即卖伊号伊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来，一起安全理事会，我们常任理事国的其中之一嘛，那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变变，就是讲，伊代表比中华比联合国来对中国的那个旗帜上，他应当有的权利，比这个决议文之后就是恢复，所以不是中华民国被驱逐，因为中华民国被驱逐，那中华民国就会还会存在着，蒋介石代表啊。那换言之，我们就好像，对吧？将开写，哦 ，from the place， 对吧？叫做 unlawfully， 啊 ，unlawfully， 非法的，伊是非法的，因为哈、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牌代表地牌，伊就变合法。啊，你原来在占领遐，你爱驱逐出去，你就变非法。一个人合法，一个就非法。但是呢，伊来甲咱骗啥物货？判贼不两立啊！就是因为伊家己出国撇出，有无？较早安尼讲个嘛，啊，其实实际上不是安尼，是伊用好法用判出去，啊，所以咱用骗七十单都骗到今啊，这种烙印还在我们脑海里面。上面一个解决方法，那个沙漏站，太阳花公招 PP 做开会，迄个开会所在嘛是咱民政府底下开国际记者会的所在。以呼吁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你有无这个观念？你等于做任何坏事。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来，咱来看联合国的联立啊。1945年联合国成立嘛，啊，1946年、1947年他就有开始编列他每一年的伊的会议纪录，伊的一挂做的什么代志的纪录。你来看，请你来看，再搞下。ROC 跟无无呢 ？China 就是中国呢，就是那个席次呢，用英文翻成支那，因为支那比较跟它的音比较接近嘛。哦，1947年哦 ，List of the United Nations 国家的名单呢。1947年 ，USSR，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奇怪哈。我就感觉奇怪，伊太无写 America， 太写 United States， 啊中国无写 Republic of China， 啊是讲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写 China， 啊、哦，来1948年嘛 ，China 有无一个名？啊无 ROC 啊，1948年来 ，China 1949年发生几件代志？1945年，派军队来蒋旗接收嘛。1952年签《旧金山和平条约》嘛。52年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1949年，联合国才有记录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放大，大家看来，你来看，叫啥？12月，1949年12月31日，啥物代志呢？才有。National Government 国民政府就是 ROC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伊甲首都设在台湾的台北。台湾较早名叫做Formosa，伊设在台湾的台北。台北，啊，伊太设在台北，伊太无啥物，设在台湾，在台北变流亡建国。这就是流亡的建国。同这个时间，叫。哦，中央叫做 Central People's 中央人民政府，哦，就是 PRO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诶中央人民政府设首都 ，capital 的首都啦，设伫倒位？北京、北京啊，北京啊，这是干啥物代志？1949年诶12月31日，这个时阵中国精神分裂，变作两个政府。一个政府流亡到咱遮北国，就是台北。
这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Chinese Taipei 的由来啦。伊伫1949年的时阵，伊就走来遮。这联合国的资料呢？迄毋是民政府甲伊乌白编乌白写的。我较早拄来嘛，就是讲，哎、欸，民政府啊，来对提钱请得手，啊，编只英文资料互你看，甲大家骗。你若去家己去编嘛是编无啦。你个输入联合国的网站，啊，你去看英文版嘛，就是拢写这样。来，1951年，你甲看嘛是写呐。英文列了，伊的席次要到啥物啦？要到是迄个蒋介石代表，就是迄个中华民国。因为他都在1971年嘛，对不对？这1951年还没到，他还坐在上面呢。你看，1951年时 ，UN 抗贝尔是没有加入的啦。哦，像摩纳哥啊，什么保利啊，哦，啊，日本安尼，哪里？1952年签了，有无？日本还袂加入联合国哦。一直到1956年，咱这日本甲家己联合国，但是咱迄时阵已经分家，旧金山那边家讲把咱这个土宅切断，咱讲断宅啊，啊，切断伊咱没有收留。